请坐吧。我没剪头发吗？在这里剪啊。哦，现在挂印的，平常是对着镜头。我刚刚才等一下，那先帮你洗一下。你是什么？哦，美发的哈。嗯，是的。嗯。你们还穿制服过来啊？要。哇塞。洗头发不用。洗头发？不用，我干洗，我洗了，但是我抓了头发，他也没有说今天可以弄。哦、对，是的。你这个，那还是。妈妈，我好想进来帮你。需不需要洗一下呢？洗了也不让洗的话，我感觉你这个好像又洗一点点了。再洗啊？不洗了吗？哎呀，他没有说，我也想，我喷了东西，但是应该不用。嗯，不怎么洗、啊？在这里洗啊？他是说要在这里帮你洗一下，但是也没关系，看根据你自己的一个需求，就是说，我可以帮你稍微把它这个修整一点点，然后照下心，这样子，你看行吗？什么意思？我听不到。就是我可以在这里洗，你就帮我去洗一下，然后把点水过一下就可以了。我懒得再上去了。是啊，他说他就到这里洗一下，看要不要，看要不要，要不然的话，我就直接帮你照一下，直接帮你修整一下，然后照一下洗。如果你。这个你是早上洗的，照的醒吗？没有，刚刚。刚刚照的醒啊？一个小时之前，因为我自己染黑了。嗯，看得出来。是啊，刚刚染的。哎呀，他们也不洗染头，里面的人也没有跟我说。那怎么办？现在我上去洗一洗，然后吹，不用吹干，下来你们帮我吹干就可以了。也可以这样子。你要不是这样的，你这主要是你那边制品那边要不要那个，要不我就直接把你修稍微修整一下，然后把你照下镜就 OK 了。这是什么？不用洗。就不用洗。我是不需要洗的，他们说要。没有。你帮我剪是不是？啊？你帮我剪。啊，对。哦，你帮我剪。对。那其实之前上面已经剪过了，然后是啊，其实我是啊，我是剪是比这两个。其实这两个位置，这两个这个角，啊对，这边有点长，有点长是吧？是、啊、两边，因为我是习惯拨这边。这个打灯打的那个发蜡，这个灯还是冲一下吧。还是冲一下吧。对，还是冲一下，我修掉一点点。你看啊，你等一下打那个发蜡去剪的时候就。没有，公子去密室了，等一下他会过来。哦、你们想看没有？我跟他们说，你们想看公子的话，他等一下会过来。是啊，好吧，那我上去洗一洗吧。我没有不相信绿茶六啊不，我没有不相信绿六茶。你好，5778，公子在密室。黄师傅终于到了，他们也知道你名字哦。黄师傅，领导对你很好。加油铁路转粉，高兴你，谢谢 fish， 谢谢。什么鬼？完美佳琪自己在说话。哎，那我现在就上去。如果你走了，公子会伤心。如果我走去哪里？公子去密室了，那我上去洗一下，然后就再下来。哎，给我点面子行不行？什么鬼？我坐这里吧。啊？坐这里啊？这什么鬼？波沙广告啊？花钱让我们看广告呢？哇，可以看一下。我喜欢写鸡汤，我的鸡汤清爽不矫情，我脑洞。
你不用吹干吗？我先帮你修一下，然后就吹风罩给你修一下。好，那你就帮我这两边就尽量不用太高，就到现在这样子就是这里比较贴一点，然后这里也是就那个叫什么薄一点可以吧？不是，这样子上刻剪干净的那种，还是只修一点的。你这里刻了一个十字的，这样是帮我刻啊、哦？你修完之后帮我拿那个剃。剃回原形。嗯，对，还是继续这个。继续这个啊，是吗？继续吗？啊，可以。好，继续，好。请到文豪。什么鬼？冯可豪讲吐血。王蒙说：“只有公子能走进星星的心。”怎么没有人？不想看广告。广告是什么鬼？没有他们说的。哎，我看不到，哦，看到了。哇，我好胖哦。我知道你只想看公子了，别给一点耐心好不好？其实这边是不是看得到我们？其实这里也其实还好，是不是？不用剪太短。嗯，对。好好好。整个发型都只需要修一下就可以了。好。啊，对，把你做一个造型。通话多运动，谢谢。修完之后把你做一个造型。怎么突然冒出来了？公子累了就回来吧，都是演员。这个 T O 君要公子，我知道你们要公子。公子在密室，好像是看好公子级别。谢谢，胖子，哇塞！游戏靠站两边，离对面人远点，小心干扰。谢谢。杨小凡今天叫你要玩三角吗？双茄 CP， 绿茶还好的，是绿茶还好的，自带笑点。谢谢。他们找你。他们。啊？超可爱吗？你说。没有，公子是石头了。不要讲粥是什么意思？哦。你可以不要被他们离开三角。哎，我之前，那个叫什么，四一走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说你也想要那个幸福村？你跟谁说话？跟你啊。说什么你？我不是给四一送了那个，幸福村吗？新什么？幸福村。哦，幸福村。然后你说你是不是你也说你也想要？没事啊，你只有一个。我又有一个粉丝给我送了，然后完了就。等我走的时候再给你。哇塞。嗯。为什么？等我走的时候可以把幸福村给你。黑粉走了，你为什么会走啊？嗯？你不会啊。哎呀。对不对？说不定。我跟你说，哎、嗯，你坐过来吧。你说，我听得到。我不想这样说话，算了。这样可以吗？等一下。哎，你的侧脸很好看，看电视。不要抛弃绿茶，我没有抛弃。这可能是事实，也可能是事实。但是如果来的话，今天晚上的游戏有点尴尬。放心，我相信子欣。是。帮你把这个十字的这个好，再刻明星。你后面干净了是不是，师傅？嗯。后面帮我剪干净了是不是？先对不对？这里帮我剪干净了，是不是？剪短了，短一点。好好好，谢谢公子，不要紧。因为我们现在那就可以。就每次因为是组队嘛，然后三个队。就是这里不在一起，其实这里也可以再没有办法贴一点点。要不后面再帮你跟子欣在。这两边再可以再。我不想要脚。
我想一想，再暂停一点就可以。谢谢谢谢，给星星做早餐晚餐吧。杨帆晚上约星星，杨帆晚上约星星了。我不知道这个什么鬼，什么鬼，什么鬼？要捣乱不让王蒙，希尔要捣乱不让王蒙和江澄。我是不是要做《无间道》里面的在《无间道》在《无间道》？我也不知道。替我跟同学一起总黑我。哎呀，只是。怎么说呢，其实我觉得他们两个一点也不像，昨天已经说了，其实因为他们说的话其实他们的效果很不一样，就这么简单，可能意思是一样的但效果很不一样。我跟同学一想到就有想到了，你要注意身体，其实照顾战友，他们两个队都在弄你们。我也觉得很明显啊，明显就是王蒙跟那个王祖豪两个队去对3W 啊。是啊，那我问你，你觉得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你们选啊。我选人的时候，我不是跟你有打眼色吗？不是啊。你们全部人为什么选同一个？不要这么选，因为你们三个人的人气那么高，你们三。但是现在不是之后。我们是之后才，我们选了以后才知道这个问题存在，然后是3W 有主动选的权利，不是我们去选的，你明白我意思吗？我知道啊，但是哎呀，就是，但是没有他们，因为他们要会跟着你们之前选的人，他有一个可以先选，本来你们选他的人，先选再选另外的人，所以你们之前如果。有想到这个事情的话，可能会避免那么集中在一起。反正现在就已经是事实了。他们也是看3W 里面的人，其实他们才这样子去做。在洗衣服。光要你，要弄走水。擦了擦，反正我就他们套哦，我没有给他们套话，我去哪一队开心啊，我去哪一队都不开心。我们队的是节目组安排好两个人，我觉得其实在里面算了，你们没有问我就自己就不说。TUO 什么鬼？可能我们比较，现在说，可能我们比较感情用事吧，我承认这一点，比较感情用事吧。真的吗 ，Amy？ 好好好，我现在就不，已经结果了，我不说了。其实之前也不好说。主要是新的人。他们以为自己是老大，这是很危险。你只有拿到钻石房客是真的。替我拿钻石房让公子睡，也可以。别听王文熙的，我们相信女生。你睡厕所吗？我喜欢厕所，反正我一定我反正我怎么走到哪里，我一定会保护你。你知道我在想说什么？我知道你说我知道。是啊，我就那么自私。做好三角走人的准备。屁，感觉有变化，感觉有什么变化？我们觉得你很安全吗？阿颖，阿颖，你的照片是你自己吗？谢谢。你这是剪是不是？你把它剪出来。取这个形状，然后再刻一下，再用那个刮的刮。好，谢谢。粉丝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了。到那里可以。你们俩长得越来越像。这个节目感情用事就完了，我不管。其实我还是一样，就是
跟着自己的心走吧，不管是谢谢，无所谓了，顺其自然吧，没有太多的没有东西。哎呀，不保护。真的很差劲，好，谢谢。王蒙一直在说星辰不好，什么鬼 Amy？ 王蒙不要放下去，是小心一点。哎呀哎呀哎呀，哎，下面也要刮吗？不要吧，你就刮中间那一个人。小生活，哎，还好。Sweet， 客总说话带节奏，我知道。那咱们去。欧东华减肥。黄蒙说不能让我拿到钻石方，我也没有想拿到钻石方，我就尽力就好了。今天那个游戏那么虐，我真的我没有太大压力。王蒙还让他俩接吻，他让子欣跟猪猪接吻啊？就是假的，就是一个排一个戏这样子，当然不会啊。我会照顾美人，会，不要相信王蒙，别信。他一个人在休闲区吗？子欣？杨帆去找星星。小菊花，谢谢。替有关就是太在乎你了，有时候不要怪关说的那些气话。嗯。那哎，这个我不想再评论再说了。王蒙一直要让周。不关我的事，也不关我的事，不要再说这些话好不好？其实 CP 已经没了很久很久很久了。星星带过来，聊天是什么？公子就公子，王蒙要拉拢星星。杨帆这个人是真的是老油条，是吗？没有，他们说的。哦，谢谢动画，不谢，不用谢。杨帆去陪子欣了，杨帆去找他了，是吗？哎，这个我也能了解。哎呀！杨帆真当相亲节目了。他很有心事是什么意思？注意不要被妇联利用，谁利用谁还不知道。但是我是开心的，如果他们利用我的话，那我是说我本身有这个利用价值，非常油条，排序洗脑。杨帆回来谈恋爱了。无 CP 只有兄弟。什么鬼？我去看一下。好，非常完美，上多了，雷打不动，两眼轮流上，贴吧就是来想反写的公子，真的我知道啊，对的，你在休闲区，这里剪了吗？啊，剪了。剪了吗？哦、啊，都剪了。对。哦，那就抓一抓就可以了。可以了，对，就是。不用吹了，你不用吹太高。我前面要弄下来就可以了。他们说你在。后面清楚了吗？后面是个很明显的一个。很明显。啊，好好，谢谢谢谢。王蒙说这个如果替我别上套，他当然不会、啊。
你真的那么恨官吗？没有，长岛冰茶没有，只是说这周千万别走。LOL Dory， 我们没有真的很，这其实有很多事情都是，是啊，哎呀，你要去怎么说就是没有害过我，但是有时候我觉得，哎，这个就我不想再说了，很烦，好不好？不要再问我同一个这个问题了。不要再说这个问题了，我已经跟他说了，就不要再说这个问题了。对比之词写的是我什么鬼？官也就是说说，官也就是说说，那我可以在里面说说，我可说说的话，我又给你们黑了。说说的话还要自己要不要去，大家都是成年人，说出来的话其实也要去，那个叫什么师傅，也要去兑现是吗？没有也要去负起自己的责任。哦，是啊，对啊，每一句话都要想过嘛，是不是？不用之后跟我说什么说而已什么什么的，就是可能就是他们两个的一个说话的效果很不一样，你们也可以很清楚的可以看到，这个也可以每个人都可以学。150万画的不明显，画的不明显吗？算了，反正没哎，明显啊，我自己看的明显了、啊，是这里可以，旁边不要太贴，要灭掉三角东方宝绿沙。哎，口是心，我也不是他心里面的，我不知道他心里面想什么，确实吧。每个人，我心里面想什么的，只有我自己可以知道。性格，老房客带着任务来的，这个当然、啊，他说老房客带着任务来，这个当然没什么改变。是啊。没什么改变，就是我的改变。那我有时候说的细话，为什么就可以给你们说我不是一个男人，黑的要死？很帅啊！是啊，有改变吧？花了值钱啊！你看。我应该可。头发自己照顾好，很好看，表情无声无可怜，什么鬼啊，在外面新房客拆不到六傻，才会有了老房客回归，是真的，他们都会带任务了，看得到我两个老人想帮你，你相信王母和王主豪，你说我吗？我真的胖了，哇塞，公子的店在哪？我在上面啊，出去就开了。公子太自私，把青青关起来，我把他关哪里去了？你跟我说我把他去关哪里去？我去把他关厕所吗？搞笑。谢谢 Amy。Siri， 秘密花园能不能开一点空调啊？太热了。期待公子的150万。啊！谢谢米达，谢谢思密达。是的 ，T， 是的，我快弄完了。真是气，会玩的只会李玉倩，老房客会玩。紫星见了公子都高兴。不黑哪有？星星刚刚背后有虫子吗？我不知道。哪有啊？哪里啊？我刚刚去那个。别听黑粉的。公子比你帅，那个当然了，
我没有比这个。公子的电库教堂。断定不会复活。但是还没有看。嗯，很帅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好了。不用。然后我应该怎么剪呢？去。去。然后给我喷一下，谢谢谢谢，可以了。我应该怎么？哇塞！我可不可以坐这里啊？这个很好看，谢谢谢谢。要不然这样看好难受。哎，我还是不是我坐这个地方，这样你可以看到。哎，明显吗？公子后面。很明显那个。谢谢。我也想刻一个什么东西。谢谢谢谢。好，拜拜。谢谢师傅。嗯。请到什么我吗 ？Siri， 我剪完头发好不好？师傅，我坐这吧，不然。因为我想看弹幕，因为这边也有这个可以有这个吗？我把这个移过去。Siri， 你刚刚在说，我没听到什么药？哦，是虫子咬的药吗？是我吗？是我吗？还是你在说什么？150万请回来的师傅，是啊，我剪个头发花了150万，哎。我怎么剪、啊？有点长，反正。王师傅，你给我们，你姓王吗？我姓刘。可以刻 X， 公子刻 X 好吗？可以啊，那我后面刻一个叉吧。它不是一个，我不想刻那个，我一个叉吧。一个叉。嗯。好，叉吧叉，那叉子大一点。不用太大吧，反正就是一个 X 嘛，就是一个叉，是。请到3号密室。刻个 X， 好，好，好，西，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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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听你们的吧，刻个西 ，X。也是心，哎呦，你们这想的真的是一溜一溜的，你们比我还会想。X 比较帅一点嘛 ，X 会比较帅 ，Z 的话不好看 ，X 会比较好看一些。我不喜欢铁三角的定义，说实话，我比较喜欢六杀。X， 西西西 X 西，踢个板子好，去，周又去了。哎，你会输就是可以一会儿给我输个 battle 也可以。battle、往后面的。不是那种杯，就是啊、侧分一点那种杯。侧分一点杯，可以的，斜的啊、往一边也可以。对。别再戴帽子。我说西，姐姐行。真给力，西西，嗯，星辰星西，周晨曦，你们真的是够够的了啊！戴帽子不好看，可是我喜欢戴帽子，戴帽子。
造型师剪完告诉公司要怎么弄，剪了就不戴了，剪了的话就不戴了。公子什么？公子爷做发型，八幺八一定要送光。我们的爱情到这，不要背头，要顺毛。背头显老是吧？那老一点不是挺好的吗？周撩撩，又叫我周怂怂，又是哎呦，你们就是够了。别穿短裤了，为什么都要顺毛啊？都要顺毛啊？他们都要让我留顺毛，背头会显老是不是？可是老一点不是好吗？比较成熟啊。没戴帽子就等于没穿内裤，是戴卫衣的帽子，戴帽子不好看哦。我没有撩谁，顺毛背头帅，顺毛吸炸毛吸，顺毛吸啊！不是我之前背头都说很帅吗？现在又让我顺毛啊！你们真的是善变的人，你们最善变，帅死他们！今天不怂吗？不是老，是老气。戴了帽子150万就没了。为了今天，我会不会戴帽子的？小生活，你这句话说的，小生活，你这个话说的，我真的接受，接受。你看现在都说背头好看吧，你们真的是偶尔背头顺毛好看。那我今天要背头吗？顺毛显得呆会比较萌，我不喜欢太萌了。不要受伤，好的。顺毛显得乖萌，我不喜欢乖萌。黄毛吸，摔死了。因为你天天炸都看不下去了，所以想让我顺毛啊。我知道，我之前去看你们说了以后，我就去看他了。我让他去吃饭，他说他弹会儿琴。晚上要淋水，不要背头。那咋办？怎么样都帅啊！安安静静的看你慢慢变帅。背头帅虾羊饭，姜糖，姜糖吗？只要不戴帽子和扎头都好看。子欣他去吃饭了吗？顺，师傅，我要是顺的话。不好弄吧，顺的话不好弄吧，因为头发我不想要头发太薄，我现在头发有点薄，顺的话估计不好看。对，其实你把这个发型剪扎小辫子很娘，谢谢。然后造型的话，你可以每次都有不同的造型就可以去放。嫌弃别墅最帅的你耶、yeah! 这师傅压力好大，是的，师傅压力很大。我可是150万买的呀。
哦，那我待会剪完头以后我去叫他。他还没有吃。三七分也是。顺毛随时可以弄，对啊，背头的话我不会弄。星星一个回忆相册都是你周晨曦。哎，你们真的给我看看那个子欣的相册到底写的是啥，他说不管怎么样他都不会给我看的。我说我走了他说他也不会给我看。太贵了。背上难得一次背头，嗯。公子高处光扎头发好，只要刘海睡着就行。爸妈马上啊，去培训室。唉，我会少吃点的，放心吧，你们。我们也没看到主要。一半写的全是我。你第一次背头的时候好看。怎么换啊？我不知道怎么弄。留就取决于这个前面这个刘海啊，看是还是继续放下来的，还是把它放一边呀、啊，或者说是放后面，就是说，把这个头给筛一点，不困什么。那就梳一个背头算了吧。就是把刘海弄上来，对吧？啊、那剪的话怎么剪啊？剪的话就是也是短一点，然后你平时的话也。平时我不会弄，搞不了。平时我不会弄。放下来的也可以的。需要稍微修整一下，好，你就这样放下来也可以。好好好，背起来也可以。好好好。这个造型，然后就把它。好。好。好。全是关于，不可能，只看了第一页，估计是心里话。哇塞，要磕 X 了，是啊，要磕 X， 不染，我今天不染。昨天半夜三点，星星看你不在，到处找你。CV 剪了你醋网小视频，真的。哎，刚刚那个西公子的千金是不是那个头像？这个二的时候刻在一边还是像你刚刚那个盘？中间，中间，中间，嗯。我在刻 X， 我现在在剪 X。星星又以为你不舒服去医院了，肯定到处找。哦，而我被子也没有在床上，我都抱出去了。刘海也要剪的吧？对。嗯，以后不炸毛了吧，公子？如果刘海没变的话，就感觉没有很大的。公子要乖乖扎头发，好，我出去会跟他说的。星星闷闷吃着。可以刻明显一点，我头发长得好快。好。
星星什么？星星去吃饭了吧？好。师傅，给我一个 X 的特写。师傅，摄影师。剪刘海，一会儿剪。公子看得清楚我的头像吗？看不清楚。好关叫他了哈。我一会儿给子欣泡一杯那个红糖。哎，一泡还得泡两杯，我的天哪！一泡还得泡两杯红糖水。好累，当然不会变路人。光芒叫星星，猪手可以美容。小静去吃饭了吗？要考虑这么多事啊，很累啊。傅宇还是个，他情绪比较多变，然后要照顾到他的情绪，他毕竟还。是啊。我总想要顾虑到他们每一个人的感受，然后其实自己也很累，但是应该也没有人站在我的角度去想问题吧。唉，医学生说啥了？游戏加油，但不要受伤。哦，我尽量。就是我的脚。我不想吃饭了，我要减肥。但是又控制不住怎么办？好烦呀。其实上镜会比较胖，其实本人还是瘦的。上镜的脸总要比本人要胖一圈，我们这里所有人都一样，上镜都会胖。媚娘说你是醋坛子。 VC 小可爱3岁那个头像，摄影师来，摄影师照一下我的后脑勺一个叉，我看一下。摄影师切一下呗。不是不吃晚上游戏不行，快一点，摄影师切一个我的后脑勺看，不然我没法看，又没有手机。
捡肥贵搓一把。子熙很乖，比起小可爱，公子王的杀手主要针对关王。你会越剪越肥，刘海也要剪，还没剪呢。摄影师，你给我看一下呀，给我一个镜头好不好？一个哦，是不是这儿没有镜头看？嗯，是不是我得换个位置嘛？我这样子，快照一下，照一下，摄影师。看一下我老板，看一下我老板。对，应该是这样，找到了。有吗？不是，我只要是看那个，我要看我镜头里面，不然我自己看不到。我这里面我看不到啊，对，反着看我看不到。呀，给我送过来了，纯瘦肉，不是猪手。哇塞，宝宝，谢谢。你看我后面的 X 好看吗？嗯，吃一口先。太幸福了。他们说这是让你扎头发。嗯。背后的是 X 很丑吗？可以啊，就有点太硬了，我感觉。你还不说后面整个 VC 呢？我也想 C 有点难吧。来 X。我帮你拿回去，我马上回来吃。瘦肉，那我给你放在。现在帮你拍。我给你放在哪儿？放在。嗯，我就放在桌上了啊。啊，那你等我吗？我走了。你要不要啊？好吧。我在这待不好，一会儿女神该叫了。好。这 X 是不是？哎，还想磕个 C。哎呀，算了 ，VC 好看。太大了。是十码，你是 X 码。太大了，他说太大了，他们说太大了。我也觉得太大了。我也觉得太大了。太大了吗？嗯。他十字比你这个 X 还大，老关是很好。对，就这样吧，反正我头发长得很快，你们就别说了。然后前面也要剪一下吧，我总觉得这个地方不平啊，为什么？这个地他让你别给我理发理丑了。他们那你这刘海就无一个变动了。媚娘跟什么，哎，那个叉就这样吧，你就别说了。我也觉得那个 X 应该粗一点，白一点好看，不，粗一点小一点好看。粗一点就是明显的。媚娘跟德布说他好像喜欢上你了，所以特别在乎你。不知道，你能修就修吧。可以帮你修掉。
昨晚杨帆搂星星了，什么时候？啥时候搂过的？嗯。啥时候搂过的？没有。拒绝捡丑，师傅啊。这么帅，你坐这里看，你坐这里看。我不想让他拍我。他拍不到你。星星来了，一学生说你不能当中央空调。请离开。哎呦！我拜拜拜，我走了。拜拜。你吃饭了吗？我吃了，刚吃完。吃完了。好。等你吃完吃。啊。这帮你增加了一点那个酷的那个硬线条，那个感觉就是没有那么顺，只看你刘海了。嗯。那 X 有剪过吗？啊，那个这个是啥？这个头发，那就你要那个白色的明显一点对吧？嗯。啊，那你就把它刮一下。明显那个小一点，别太大，别滑到后面吧。然后有点弧度，不要平的。嗯，有点弧度的啊，好。别太短。这个叫什么小心一点，让那个感觉更清晰。行。对，现在就感觉有点重量的感觉，所以修到那么重。我说，我说我是最重的。我看一下背头是什么感觉。你梳个背头吧。
三七分，三七分一点吧。嗯，三七了。三七啊。你是想怎么背？哦，我是把你推到一边，然后就。不是这样子背。不要。是这边留一点，然后这边这样子。这边留一点，好，我留。师傅，你这手艺我也是醉了。你不喜欢这个吗？你跟之前的师傅打的背头完全不一样，剪的也不一样。你是做这个造型吗？对不对？对啊，我之前也是跟人家说做这个造型啊，但是做出来不是这样啊。不是这样的吗？打这个法拉还是润的？那你把我这个解了吧。OK。来，先弄好。哎呀，我真的觉得这个头发太丑了。这个你随便抓一下就无了，对不对？抓慢一点，抓深一点就可以。哎，这150万就剪这一头。还这个造型，唉，我觉得出来这样的，是不是啊？随便抓慢一点就，因为你头发很服帖，那没办法了，你直接把它吹深一点，然后再抓慢一点，打点东西。
这样的话就有点那个酷酷的感觉，你假装一下就可挺善良的。我不喜欢，哎，算了，就这样吧。